经过多少孤单，从不要你陪伴。2012年10月6日，阿里山下李家巨石板，巨石板，原来就是一家，是隔壁而已，害我走到那搭那椅骨，走到要死。巨石板是有巨人的脚印，叫做巨石板吗？这里都没办过人呢，好可怕哦！想要来这里的人可以从达那伊谷的新景点的吊桥走上来，差不多点外钟啦。来回要3-4个小时，脚手较慢的，较紧的免 ，OK。